现在这个时间不只有追桐花，来到土城还可以追踪萤火虫的行踪。在土城桐花公园内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萤火美景。想到小时候啊，小时候以前也是住乡下，然后那边家里的庭院就有很多萤火虫，然后现在又看到，因为以前的乡下看得到，现在看不到了，所以觉得很可惜。刚刚导览也讲得很清楚，知道说那个雌的跟雄的萤火虫是怎么分辨。好，还有土城的特色是它的萤火虫不是一闪一闪，它是有点是一个这样旋转旋转旋转的闪烁。住在城市那边嘛，就是比较少看到，所以带他们来看一下。土城赏萤步道是北部地区著名的赏萤景点之一。土城区公所表示，依据传统，在节气中的谷雨，今年是4月19号过后，大约两个礼拜的时间进入赏萤的高峰期。另外提醒来到这里欣赏黑夜里点点闪烁星光的民众，拿手电筒照明时，请加上红色的玻璃纸，也不要大声喧哗，更不要把萤火虫抓回家做纪念。土城山区这边的话呢，因为有石壁寮溪，那我们这边有靠山，有山有水也有溪边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萤况呢非常的丰富。赏萤的季节呢，大概的话呢都是属于4、5月份的时候。那我们赏萤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步道，都是阶梯式的，所以说呢都会请民众他们小心一点。赏萤的话呢，都会请他们注意说要包红色的玻璃纸在。玻璃纸起来，因为包红色的玻璃纸的话呢，就是说灯光照射的话呢，就是对它干扰最少的。它闪光的话，就是为了求偶，它找到老婆的机会呢，就会比较升高一点点。要拜访灰金沟，也不适合在雨天前往，给予这一群大自然的好朋友更多的生存空间，才有机会欣赏到它们翩翩起舞，闪烁点点光芒。中嘉新闻林立武刘凡刚土城报道。